瑞穗乡的瑞祥社区发展协会以及玛丽云社区营造协会，在瑞穗车站前站前大厅结合办理了瑞穗乡反毒传爱闯关活动，以及温泉玛丽云文件站长扫福利的计划成果展，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参与。瑞穗乡瑞祥社区发展协会及玛丽云社区营造协会在瑞穗车站前站大厅结合办理瑞穗乡反毒传爱闯关活动暨温泉玛丽云文件站长少福利计划成果展。那些匿名呢，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最新的资讯，然后要怎么样拒绝，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不会碰到碰上这些新花样的毒。所以呢，谢谢今天大家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在地的那个反毒人力有这么的多，然后也那么多人去重视这一件事情。活动内容包含了瑞祥温泉圆舞团、反毒宣誓、反毒意象制作、温泉站长者手语表演、玛丽云文件站长者乐器歌唱，以及瑞祥逐梦基地扯铃表演等演出。另外还有带动跳以及防爆宣导。那今天看到这个墙壁能够活化，就是对我们地方上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场所。尤其在疫情期间哦，大型活动办的比较少，那小型活动相当的多，包括今天我们生活美学协会也在瑞穗国小办那个冰花的那个活动。而静态有长者以及孩童作品反毒宣导展示，现场还有打卡、按赞送礼、五项反毒闯关游戏，增加反毒知识，内容丰富活泼，邀请在地民众了解社区推广福利等多元计划。记者高双双瑞穗乡采访报道。